中国最牛逼的解说员到场了啊！这个陆俊的车手啊，他骑着一台猎豹，他的体重有80公斤，80级公斤选手已经就位啊！下一位选手陆俊小飞啊，他非常牛逼的把龙头叼起来，但是虽然250的排量，但是他的那个动力依然不够支撑他的体力。下一位陆俊选手啊，64号小飞。他把龙头拎了起来，特别标准的一个惯性压弯动作，这个车手停了2次，看样子很牛逼的样子啊。他把车提了过来，准备进行下一个为下一个动作准备。哦哟，加油加油，牛逼。加油，相信自己。加油。油门稍微拉大点，油门稍。退后点。